迎收看《美女妙新闻》，我是美女主播虎牙。首先呢，要为您播报一则夸张的新闻。在美国啊，有一位车主呢，早上要去开车的时候，发现他的引擎盖上面竟然卡着一只狗哎！而且夸张的是啊，这只狗呢似乎非常热爱那个地方，怎么赶都赶不走。现场的情况呢，到底是怎么样？我们赶快来看一下。啊呜！啊呜！你怎么在我车上啊？你赶快出来，我们上班要迟到了啦！我不要，这里是我的家，我为什么要出来？可是这是我的车哎，快出来啦！我不要，出来啦！我不要，除非你答应我一个问题，答对了我再出来哦。好，快快快快快！请问一下，江的妈妈是谁？江的妈妈是谁？江妈妈。不然是什么？是鸭子。为什么？因为姜。鸭。Yes yes yes。哎，不要闹了，你快出来啦！我不要。快出来啦！因为你刚刚那位小姐也没有 yes yes 啊。好，别别别，快快快，来，一二三 ，yes yes yes。这样可以了吧？快出来啦！我不要。出来啦！我的头卡在车子里面啊，我出不来啊！你打他一巴掌啊！我听到巴掌声，我会吓一跳啊，吓一跳我就出来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别打我一巴掌。干嘛？不然呢？我们上班要迟到了，快啦！那我再打打喽。好，我数到三。好，一二三。这样可以了吧？我不要，出来，出来。真的是太有趣太妙了，主播呢，我要给这位人善被狗欺的车主一个妙妙。不过啊，在此呢，主播呢还是要呼吁大家要爱惜狗狗哦，骑手保护流浪狗。美女妙新闻，我们下次见。